中方一贯支持巴勒斯坦各派通过对话协商实现和解、团结，愿为巴各派开展和解对话提供平台、创造机会。中方同有关各方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，愿同各方加强沟通协调，为实现巴勒斯坦内部和解这一目标共同努力。 我不了解你说的有关船只的情况。作为原则，中方反对袭扰民船的行为，主张依据国际法维护红海水域的航道安全。同时，中方认为应尽快平息加沙冲突，为推动红海局势降温创造必要条件。 我们一向反对美国大选拿中国说事。